Hello， 大家好，我是丽婷，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么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的话呢，我的频道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旅游啊还有美食的资讯，因为现在还是疫情期间，所以我的旅游资讯会比较少一点点，所以呢最近呢我都会和大家在家里开箱一些美食。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泰国的 OK Noodles。 这个 OK 呢其实是 Oriental Kitchen 的 Noodles， 然后呢它是来自妈妈这个 company 的。我今天呢要尝试两种不一样的口味。第一种口味呢就是这个咸蛋黄的口味，那么第二种口味呢就是这个 carbonara vegan 的口味。那么这个 carbonara vegan 呢是最近比较新推出的，所以呢我想要先开这一款，最后呢我才开这个咸蛋黄的口味。那么其实这两种口味呢在 Shopee 也是买得到的，然后 Shopee 上面呢是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呢就是像这种独立包装的，就是说你可以选各种各样的口味，它其实还有泰式啊麻辣口味，然后我今天选的就是这两种口味啦。那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会有一整包的这个包装的，这一整包里面一共会有四包，大家可以去 Shopee 那边自己去找找看看。然后为了让大家更加的方便呢，我已经帮大家在 Shopee 那边找了一些商家，他们是有专门卖这个 OK Noodles 的，大家只需要扫描旁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这些商家了。那么我本身的这两包呢是托我的同事去买的，然后他是很厉害，他可以找到一包只是2.5块罢了，所以大家呢可以通过 Shopee 去看哦，看那个价格是多少钱，或者是你也可以和你的同事啊你的朋友一起学学。那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呢就来 try 第一款的这个口味 OK 妈妈的这个 carbonara bacon 口味，然后这个是新推出的，我们可以看它的这个里面的馅料啊还有面条是长什么样子的。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煮吧。然后这里有一个时钟，我们可以看现在是12点半这样子。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里其实后面呢全部都是泰国字，所以呢我应该是会用自己的这个 expectation。 OK， 它到底要煮多久啊？它有一个四，我不会看泰国字，有一个四是不是讲说其实煮一个4-5分钟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煮啦。这个咸蛋黄呢我们先放旁边。这个咸蛋黄我会买呢，本身是因为我很想吃咸蛋黄，然后呢我同事就极力推荐，这个是很好吃，特别是在晚上啊吃宵夜的时候，这个就是最佳的选择。我本身呢我会觉得咸蛋黄的口味可能会比较重一点点，所以呢我是先选这个 baby carbonara， 过后我才 try 这个咸蛋黄。 OK， 哎呀掉下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面条呢其实跟那一些泰式的面条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呢它是属于比较粗一点点，有一点像韩国辛拉面的那一种面条。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先来煮这个水。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bacon 的包装里面呢它一共会有两种不一样的调料包，这个是粉状的，然后这个是液体状的。 OK， 我们的面呢已经煮到熟了，我们可以拿出来。 OK，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放这个调料包进去。有看到这个好像有小小小小片的 bacon， 不知道是不是 bacon 来的。 OK， 好，接下来呢还有第二个，这个是液体的。OK， 我们可以搅给它均匀。
培根的味道很像，但是我觉得我的面还是有一点点的硬，可能等一下在煮第二包的时候我要 try 煮的时间长一点，因为刚才我看到它的水已经在滚了，然后它的面快要糊了。其实它的面是很有弹性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它的面会容易糊啊，或者是好像那种比较细的这种清淡面这样子一下子煮爆它就软不好吃，其实不会，因为它这种面就好像那个韩国的比较粗的这个面条。真的很香，而且很方便啊，你只需要煮熟这个面条，然后加那两包的调味料就可以吃了，它味道是足够的。哦，看看啊，培根卡布纳拉，我觉得 它味道是有的，而且它是真的是有那种培根的这个味道，所以如果是十分的话，我会给它六分吧，就是及格中上这样子。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很好笑，他讲说你的频道真的是很诚实，也很敢讲，就是讲说你讲很好吃，可是十分我给六分，就是这样子。OK， 刚才我们已经吃了这一个培根卡布纳拉口味的 OK 妈妈 noodles 之后呢，我们现在要尝试噠噠很高评价的这个咸蛋黄口味。现在同样的，我要重复刚才的步骤，就是煮这个热水。其实每一次呢，无论是吃那个汤的面啊，或者是干捞的面，我都会另外煮，特别是汤的。就是说，如果那个方便面呢，它是属于那种汤的话呢，面跟汤我都会分开来煮，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煮好那个面过后，它的那个汤就会比较浓啊，会觉得会影响到那个汤的口感还有那个味道。请问你跟我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你是的话呢，也在这支影片底方留言跟我交流互动哦，或者你有其他煮这个汤面更好的方法，也可以在下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好，我们现在呢就等这个汤煮熟。同样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调料包。这个呢，它是咸蛋黄口味的，然后是高评价的。无论你是在 Shopee 那边看啊，或者是在社交媒体啊，或者是在网络那一边看，这种泡面呢是得到很高评价。我们现在就来开箱试吃。其实可以看到这个面呢，跟刚才那个培根卡布纳拉的面是一样的，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粗的面条。这个是咸蛋黄的粉，刚才我们吃的那个培根卡布纳拉也是有粉的，所以这个呢是属于那个咸蛋黄的。然后这个红红的应该算是辣椒油吧，是辣椒油。是我看到很多网络上的这个评价是这个salted egg 它是有一点点的微微的辣。我不知道拿这个闹钟来做什么，都没有用到。煮泡面就是靠自己的感觉的吗？哦，感觉这个面有一点点比较难。很软，它是属于那种韩国的面的感觉，是比较有口感啊，有嚼劲那种硬硬的。其实大家有没有 try 过其他这个 OK 妈妈的 brand 呢？或者是有其他咸蛋黄的 brand， 大家吃过都觉得很好料的，都可以在影片底方留言啊，跟我们交流互动一下。因为so far我看到很多 social media， 他们都讲说这个 OK 妈妈的咸蛋黄的面是最好料了的。然后我在想说，哎，其实这个 OK 妈妈的 brand 啊，之前我有吃过它的泰国酸辣面，是真的很好料。可是那时候那个面条是不一样的，跟这个面条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我在想 try 看哦，可能这种比较西式的，他们用的面条是比较有嚼劲的。然后之前那个泰国的酸辣面，他用的面条真的是很 special， 是那种幼幼的，很好吃。如果大家有兴趣要购买那个OK 妈妈的酸辣面的话，也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我已经帮大家找出来了。这个口味真是我吃过很好吃，加一粒蛋下去，还有一片 cheese， 无敌。OK， 我觉得我们的面已经快要熟了，
我觉得我们的面已经煮熟了，所以就可以把它抖一放下来，把水给它滴干。这次应该会比较软一点点，因为这一种比较比较厚一点啊，比较粗一点的面条，它其实是需要长一点的时间的，不像那一种普通我们吃的那种妈妈的泰国式的那个面，因为那个真的是很细，所以那个我大概煮一个三四分钟我就捞起来了。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搅拌均匀。哇，它这个颜色跟刚才那个卡布纳拉真的是很不一样，因为刚才那个卡布纳拉它比较偏白色，可是这个呢，它就真的是咸蛋黄的颜色。哇，它味道真的很香哎！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很浓郁的，然后它很有那个 texture 还有嚼劲，感觉会比较好了。 OK， 话不多说，马上开吃。而且它不是微辣，它是真的辣。哇，辣！这个我会给十分的话，我会给8到9分，因为我平时没有吃辣，所以我觉得会有一点点辣。可是如果你有吃辣的话，一定要买，很好吃。其实它很香啊，它咸蛋的味道很辣，我是吃有一点点辣辣，我不知道你们吃有没有像我这样辣。没有啊，我是讲面辣。如果呢你也有吃过这个 OK 妈妈的咸蛋黄面条的话，也可以在影片底方跟我交流互动啊，跟我讲一下你吃过后的感受啊，味道是如何的。如果你还有特别的秘方把这个面条变得更好吃的话，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分享。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觉得学到一点点东西的话，就可以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知道哦。如果你喜欢我的美食频道啊，或者是我旅游资讯的介绍的话，也可以订阅代替掌声，按下红色的按钮。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